彰化县大竹国小游戏区设备老旧破损不堪，影响学童游戏安全。彰化县政府105年核定补助改善教学环境户外专用游戏器材计划，经费共计68万，27日上午完工启用。这项计划提供大竹学童及社区民众安全的运动游乐空间，促进学童健康成长。大竹国小啊，一些木制的跟铁制的游戏器材都已经腐朽老旧哈。那我们为了避免同学运动伤害所以我们花了68万把它全面更新。非常感谢我们县政府目前对于这个游戏场的改善对于我们的小朋友跟我们对我们的乡亲，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跟一个发展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个学校都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游戏场。那也欢迎我们大竹社区的所有的民众呢，有空也可以来大竹走一走看看我们的学校，也来玩的这个崭新的儿童游戏区。大竹国小在行政团队的创意发想之下，巧思的设计与采购游戏器具，创造出一个体能训练与益智兼具的游戏区，包括单杠、跳格子、荡秋千及攀爬式的游戏器材，提供学校师生与社区民众更安全舒适的运动学习环境，也欢迎民众在学校开放时间合家来运动游戏。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